我们要准备装修啦，朋友们。是的，我们这个月的主要任务就是把长沙的房子弄好，搞一搞，争取在六月份就全部完成，好不好？对，到时候喊我爸妈来住个一个月，对不对？对，挺好。昨天晚上我们就住在了这里啊，打的地铺，给大家去看一下哈。直接打地铺在这里睡觉，然后我们就睡在这个小房间。我们一家三口睡这个一米几的床，一米二，一米二的床，三个人睡这儿。其实睡完之后自己会有更多的装修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目前来说的话，紧要任务就先把床垫买好。嗯。我们等一下去选床垫。床垫，你有没有心仪的品牌呀？品牌反正就去看看吧，好不好？你预算多少？真预算几百块呗，不要超过一千块都行。现在是经济紧张的时候是吧？省着点花不？五千块能不能拿下？应该可以啊。小雀你在干嘛？我们出去玩了好不好？嫁，小雀嫁一下，嫁。这个应该是一米五乘两米的，这个是次卧的。对，一米五乘两米的。对，一米八乘两米的。小雀走，我们玩去。穿鞋子穿好没有？自己穿鞋子，把鞋子穿好啊，自己穿好了就跟爸爸讲哈。好，可以，非常好，走吧。我们的充电桩也安好了，把膜撕掉吧。充电桩是送的，免费安装的，这里蛮好。来，上车，去买东西去好不好？今天晚上就可以不睡。不睡地上喽！我们现在来看看床垫，看能不能选到合适的。小妹，跟上，小雀出发。这是乳胶床垫，这个五千块。小雀，爸爸给你买个这个床好不好？啊，你自己睡以后，行不行？不行啊，你一个人睡吗？你别打扰爸爸妈妈睡觉了，好不好吗？不好啊，那你要跟谁睡啊？跟爸爸睡啊。这个床挺可爱的，你要跟妈妈睡吗？跟爸爸，妈妈，跟爸爸，嗯，爸爸，我了，好，啊，那爸爸不给你买这个床了，走了。这里逛了一圈，喜欢的太贵了，便宜的又不喜欢，对，所以没看中。嗯，有点超预算，主要是。对。我们想去那个隔壁的家具城看一下吧。对，不是超预算，是超太多了啊。超太多了，随便一个就一万多。睡着了，先让他睡一下。我睡不出啥感觉，你知道吗？软硬还行。对，还有别的吗？三 D 的高分子，高分子材质，但是它有点偏硬吧？对，它就是硬的。你之前说那款有点软吗？这个就偏硬一点。这个偏硬了。嗯。太硬了点是吗？看了好几个店，感觉还是我们最早看的那家店还蛮好的，再去看一下。而那个床垫也是有名的床垫，是个大品牌的嘛。然后那个床垫感觉五千多，但是有点超预算，超的有点厉害了。小妹，本来五千买三个，现在一万买三个都难。对，一万都买不到三个，现在一万多。但东西我觉得，不管是沙发也好，床垫也好，它都是一些耐用品，但是用可能要几年甚至十年。去看看吧。再看看，再感受一下。反正床垫尽早定下来，打地铺还是不舒服了。单个床垫应该是五千多吧，好像。沙发和床已经定下来了，钱都付好了，就等着送货上门了。已经定好了，本来预算五千，但是大大超预算，最终还是我们家的老板做的主哈。哇，痛！难道你不喜欢吗？我喜欢，我当然喜欢呀。又完成一项任务了哈。家里装修预算多少？十万呀。现在已经去了一万一千五百块了。好的，不超十万，反正还有八万啊，还有九万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回家喽，小雀来，快来。